个黑幺蛾子，那你是吃的呀？是你这种的小的怎么办？那你咋搞定呢？马不得了，是吧？哎，伊不叫不是怎么个，就是就讲靠自家专门的去买做衣裳啊，各种小门道不得了，嗯，但是各种旅游各种新鲜的，所以伊这个是。是啊，哎，我买一双老鞋，我买个好，我当时我讲，我是跑到哪里？